全部都是你指使你妹妹做的，没错吧？把我妹妹交出来，交出来！你觉得她有办法活着走出这个家吗？只要一对我妹妹下手，我就会马上爆料这些事。育幼院的照片，特殊血型会长得女儿，应该就是申议员。以为偷走那种东西，周信集团就会没事吗？现在开始，我用你们最害怕的事情，更厉害的事情来对付你们。今天的记者会到底会发生什么事？你们就亲自来确认吧。 你自己决定是要选择成贤还是选择记者会，那你就好好看着吧。我们姐妹俩之后到底会怎么扭转局面？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，逆流而上的爱情。